ready。大家好，我系新界北总区重案组第一队林思怡总督察。咁喺寻日2019年2月25日晚上大概系9:30，新界北总区刑事部嘅探员咧系喺上水古道金钱南路一个屋苑，捣破咗一个可堪嘅制毒工厂。我哋系拘捕咗三名嘅本地男子，而喺佢哋驾驶嘅车辆以及屋入面咧，我哋系揾到一批合共354公斤嘅可卡因，以及2公斤嘅一粒可卡因，市值大概系3.8亿。而呢三名嘅中国籍男子咧，年龄系介乎33至42岁。咁我哋见到咧，呢三名男子咧系喺本地一间租车公司租用咗一架轻型嘅客货车，系用作运送毒品。而同时间咧，佢亦都喺屋苑入边咧系租用咗一个大概700尺嘅单位，用作制毒。咁喺呢个制毒工厂入边咧，我哋系揾到大批嘅制毒工具，咁啊包括一个工业用嘅风干机啦，大批嘅梳打粉啦，胶袋啦、电子磅啦等等嘅。咁而家呢三名嘅男子咧，仍然系被扣留调查。咁我哋相信咧，系呢一次嘅行动咧，系成功瓦解咗一个活跃于本地嘅贩毒集团。咁而贩毒以及制毒咧，系非常之严重嘅毒品罪行。虽然警方见到近年嚟咧毒品数字咧系有下降嘅趋势，咁但系咧警方咧仍然系会继续致力打击所有毒品相关嘅罪行。请问有冇问题？想问一下被捕男子嗰个背景同埋喺呢单案入边个角色咧，即系例如边啲嘢？呢三名男子嘅背景，頭先講咗三名咧都係本地中國籍，係啦，咁啊年齡係33至40歲。佢哋嘅角色咧，我見得到咧，三名咧都係同時係有參與呢個販運毒品同埋製造毒品嗰個情況嘅。佢哋三個有冇社會背景？呢個我哋仲係調查緊。你頭想問咧，呢個集團咧運作咗幾耐咧，同埋即係有冇人做？初步顯示咧，我哋估計呢個集團大約係運作咗係可能係半年到啦。咁啊，在逃人士咧，我哋仍然係追查緊。有冇話佢哋製呢啲可卡係供應去邊度咧？全港啊，定係某啲特定地區嘅咩場所？由於嗰個份量見得到都係近年嚟講比較大嘅嗰個量數，咁相信咧佢哋嗰個散播渠道咧亦都係比較多元化。咁我哋相信佢有機會係供應本港唔同地區嘅。但係呢一個部分，我哋仲係追查緊。呢個有冇話係即係近幾多年嚟最大宗嘅即係可卡因？我暫時手頭資料肯定係近呢三年嚟最大宗，因為舊年如果可卡因嘅檢獲嗰個數字咧，其實我哋舊年2018年全年係有601宗，咁啊檢獲嗰個數量總份量，如果淨係計警方咧，係有255公斤。咁呢一次係有354公斤嘅可卡因同埋2公斤嘅可卡因。市值係3.8亿，絕對係近呢幾年首獲係最大量嘅案件之一。咁今次有冇話即係其實佢哋係即係喺掩飾，即係掩飾呢個制毒工場方面有冇做咗啲咩特別手法，等警方冇咁容易即係追查到呢個工場？其實呢個製毒工場位處都係一個屬於比較偏僻嘅一個屋苑啦。咁啊，平時人流唔算係多嘅。咁亦見得到咧，呢三名嘅被捕男子咧期間都係低調嘅。咁我哋拘捕佢嘅時候，見到佢係駕駛車輛啦，同埋亦都係相信佢喺屋內係活動咗一段時間。想問今次係即係警方係點，即係用一個點樣行動去拘捕？係即係接到舉報所以先去啊，定一話係即係有一個案？呢一個案件係警方係根據線報同埋深入分析咗一段時間。大概查咗幾耐？大概係查咗幾耐？呢個集團我之前所講啦，我哋估計大概係運作咗半年，咁我哋調查個程度都係差唔多嘅時間。你哋冇記者冇？你唔想問下佢三個嘅報稱係咩職業？其中一個報稱司機係啦，咁另外兩個都係報稱係公民工人。哦，咁佢哋關係咧？三個人關係仲喺調查緊。有冇話背後係即係有更大嘅集團操控呢三個人？呢個我哋仲係追查緊。有冇話啲毒品嘅來源喺邊度？呢個都係追查緊。嗰間屋係屬於邊個？呢三個男子其中一個係租客嚟嘅。租客。係租客。唔該曬。唔該曬。